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3月29日，巴塞基本退出夏兰特争夺战。来自西班牙六台的报道宣称，艾宁夏兰特今夏转会巴塞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艾宁夏兰特与多蒙特现有合同7500万欧元的违约金据说能够在今夏被启动。这位挪威球星也因此被媒体和多家豪门球会联系起来，其中就包括巴塞。不过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巴塞已经明确告知艾宁夏兰特的团队，他们不会支付1亿欧元的佣金。而如今西班牙六台援引与艾宁夏兰特一家关系密切的前挪威国脚的说法声称，这位锋线球星今夏转会巴塞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